德国光复中学学生校庆便装版纳粹游行掀起轩然大波，驻德大使谢志伟也在脸书开火，表示纳粹英魂还在台湾，讥讽把党旗当国旗是纳粹特征，再度引爆论战。之后我们派驻德国的代表，他做了什么事？是拿自己的国家开玩笑。 这样的身份不会污蔑到我们自己吗？他已经是我们的国家驻德国的代表，他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教授或者说电视的节目的主持人。我想这点分际呢，我想我会。而且这个还外交部长李大为打脸谢志伟，驻外代表不是名嘴，网友也涌入谢志伟脸书酸谢志伟带风向，蒋介石等同纳粹的说法独不全球。谢代表思维正常人无法理解，学者出身的谢志伟踏入政坛，向来都爱做自己。台湾是北斗也够，各够，各基也中东，各基算。动感情经商，哎，做起来无简单，但是别紧张，野心你不要慌。走到哪念到哪，唱跳 rap 的新闻局长秀一张快嘴，搏进版面，却也惹出不少争议。总统夫人周美青，你从上面耍猴戏，耍猴戏，耍猴戏。主席，我你也赞成？我没有请他，我没有请他嘛，我跟院长讨论就行了。 你讲话也稍微客气一点，谢谢。不是，我火气好大。政务官对阵立委，谢志伟快人快语，就怕又给鹰派政府添麻烦。记者谢文祥、邵玉敏、SNG小组台北报道。12月28日起，中天综合台黄金九点，让爱飞扬。